1月中旬，多伦多。今天来说说种子。今天要说什么话题呢？今天要说为什么从种子开始，为什么要买种子、育苗？为什么？跟大家分享几种原因，看看你是哪一种哈，然后看看你有没有更多的原因。你要是有更多的理由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是春天四五月份到花店去购买已经现成的开着花的小苗，种在花园里头，马上就有结果，对吗？育苗需要有设备、有灯、有照顾、有时间、有耐心。为什么不等春天去买，现在要育苗？原因第一个就是穷。就跟我似的哈，有钱我也不买，我也不买小苗，我也要从种子开始，或者叫不仅是穷啊，或者叫抠门儿。说的好听点儿叫节约。等到春天去买种子小苗的时候啊，你买一颗一小颗，这里头有几十个种子，能种出来的话就有几十颗。同样的价钱，如果你种子成功的话，会节约不少钱嘛？你想想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好奇，就是好奇它发芽的那一过程，它长出小新根儿来，滋出小芽来。这里的种子都容易发芽哈，很多品种都是一两天、两三天就能看到发芽，那个兴奋劲儿啊，难以形容，没有做过的人不知道，无法体会。我曾经一口气，有一年哈，一口气可能育苗育了50种不同的种子，买的哈，大部分是买的。然后整天每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就是掀开那个盖子去看它发芽的情况，让我整个冬天都非常享受。原因三，量大，这也跟品种来的哈，或者是你成功的可能成功几率。这里头有不少种子，刚才说了，每一颗，你看这是这，你看到这个，这是一颗来的，我就种过哈，而且这个适合，我很喜欢这个，这个适合盆栽，适合半日照，它就能开出这么多花来，而且花期很长，不断的开花，每一朵花也能坚持好几天。像这个小花一个，你可能在花店里容易买得到，这不一定买到，没见过有卖这个的。说喇叭花吧，这个是最常见的，一个是容易买得到，但是你要是这个，这里头出来几十颗，刚才说了就容易发芽、容易成活、容易长大。你一口气到花店里去买几十颗吗？所以对于稍微有一点经验，像我一样啊，稍微有点经验的人。种种子的话，可以快速繁殖大量的花儿。第四个原因就是啊，种子出来的它可能会出现变异，指不定是什么颜色。你看好奇吧，你看你买了这么一个杂伴，多种颜色出来的，可能就是个惊喜。第五个原因就是你可以显摆啊，说哎，这花漂亮吗？漂亮，这是我种子种的。这算吗？这样，这不算吧？这不算。养花不鼓励凡尔赛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躲在被窝里偷着乐。好啦，从种子开始的几大原因就说这么多，你有什么补充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